请出题。全台湾人民疯奥运，除了庆祝林洋配夺金之外，中国队的队员长相也引起了一番讨论。有位 YouTuber 因为太像中国队的球员，导致这位 YouTuber 还开了不在场证明的直播。请问是哪个 YouTuber？ 这个我就不知道。A 大蛇丸 ，B 蔡哥 ，C 浩浩 ，D 蔡阿刚。就说他一直在他的那个大安，我说我在大安区的住处哦，我没有真的没有在巴黎打那个羽球，长得真的很像，好玩了，蔡依。然后小戴也去他那边留言说，哎，谁谁谁，你终于发现了，对，真的很像。OK， 三二一，举牌，一二三，请插牌。好，通通写的是蔡哥，哎，厉害哦，真的有在了解这社会新闻了。正确答案给我们看一下，来，哎，就是这么像，哦，哎呦，超像的，有啦，而且是那个私讯涌入，谢谢说，谢谢蔡哥，谢谢蔡哥，这样子，一直在谢谢他，谢谢你，不错，他长得，哎，这个是金牌战的对手，金牌战，对啊，没错，金牌战，中国大陆的两位选手，另外一位是王场嘛，对，就是小帅哥，对，有小生啊，这另外这一位就是蔡哥。OK， 这个就小帅哥跟蔡哥暖身一下，好不好？下一道题出题。我们常常会用苹果来形容人脸红，像是你不要这样看着我，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。但是用英文来形容，却不是用苹果来形容，而是 as red as 圈圈。请问英文用法是用哪种水果呢 ？A. strawberry， strawberry。B. tomato， tomato。C.Cherry，peach，peach，三二一，请举牌。好，请插牌。看看，好的，有 C 有 D， 哪一个苹果比较红？立山高中，cherry 啊 ，cherry as red as a cherry， cherry 像哪个水果比较红？觉得樱桃比较可爱吗？是 cherry 比较红吗？嗯，它比较红一点啊。比较红，有的感觉跟草莓在衡量，但是 cherry 有点是暗红色的，可是 cherry 比较可爱，我觉得听起来就比较用，但是最多人选 peach， 对不对？也没那么红，我倒觉得 tomato 的那个品种是全世界最多的，哎，大小都有，它可以有几百种。对，但颜色也有，就比较少，水蜜桃品种就比较少了，但感觉樱桃比较高级，不知道，你要看一个感觉啦。但因为是在美国，所以用 peach 的机会蛮大。正确解答是什么呢？ cherry， 真的就是 cherry， 它就是红彤彤的。哦，请出题。有一位作家呼吁，希望作家不要身处危难，却仍然成天做着新事与旧事的鸳鸯蝴蝶梦。我们要关心现实，写我们的现实，主要一点便是反买办。反崇洋媚外，反分裂的地方主义，请问这段话反映哪个时期台湾的文学思潮 ？A. 1950年代的反共文学 ，B. 1960年代的现代文学 ，C. 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 ，D. 1980年代的浪漫文学。哦，嘿。这个可以来研究一下，好不好？是是。但是呢，从上面各位，反共哦，各位，现代哦，现代哦，现代，各位，乡土哦，文学哦，各位，反浪媚外，慢咯，重点不是50、60、70、80，对，而是反共、现代、乡土跟浪漫，跟这段文字，跟这文字有互相磨合的地方哦。来，三二一，举牌。一二三，插卡，也蛮简单的啦，蛮简单的。我刚讲到不要崇洋媚外，那不就像对啊，就是对不对？这是用判断，所以我们题目出来判断，但您判断能力应该都很棒，很好，很棒哦。那乡土文学那时候像黄春明啊，就是了嘛。哦，是是。对，譬如说《看海的日子》，那他写的时候生活的一个，比如最有名就那个鱼嘛。
鱼啊，对鱼嘛，鱼嘛，儿子大玩偶啊，孙子他的去买鱼哦，儿子大玩偶，陈柏正演的，演成电影，演那个去当小丑，嗯，这样小丑，哎，他当那个闪斗一金 man， 对对对，啊，他们要努力为家庭付出，广告，对，那就是反映当时的台湾社会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那个都变成了我们历史的一个图腾哦，很棒，都懂这些啊，大家都觉得小点小撸门当户对，很适合结婚。请问门当户对的门当是指什么 ？A 门前的一对石鼓 ，B 门上的一对手把 ，C 门本身 ，D 门外的图腾。诶，对呀，门当户对这个 OK， 那你就要考虑喽。人家说，哎，我们门当户对，代表我们有买某一些意味，是大家旗鼓相当的，平起平坐，平起平坐，不会落差太大，不会有压力的。三二一，好，请举牌。一二三，请插卡。就是，好的，哎哎，都有那个 A B C， 为什么选 A？ 有听到我说旗鼓相当吗？哦，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吗？是那个原因吗？被发现了，人情。会不会是我害了你呢？不会啊，答题就是要听关键字。旗鼓相当，关键字。啊，他其他人都哎，这边都吸眼。来，新竹门本身，主女为什么？Door的 door， 因为我们想说朱门酒肉臭嘛，可能。穷人比较没有办法有这么漂亮的大门，是木质的，或是更惨的，他没有门。哦，但是有门就很了不起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题目不可能那么简单。它是门，就是门本身，基本上这个选项要删除。哦，不能选它。我靠，这么斩钉截铁，好，那这边 B， 宜兰一对手把，对不对？因为门，它以前的门是。就是你要一起关它才会关得起来，如果你单关一个，它是没有办法关。因为以前没有那种拉门，对，它是要插进去一个，它是这样，啊，两边栓呐，对，两边拿再放一个门栓，栓嘛。哎，有道理耶，我也会想选这一个。哦，门当户对，正确答案就是各位。石鼓，真的就是呢。我知道，我不小心泄露了，因为它很简单，旗鼓相当。那是不是要有钱人才好？各位，对啊，大宅门前一对手。在古代来讲，有些颜色你敢用的话，你用黄色试试看。你的家里的旗子高过于京城的旗子的话，它高低作为它尊贵之分。旗鼓相当，大户人家门口的石鼓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是当官的到什么样的程度，这上面有写。对了啊，对，因为你会用到门当户对，你一定是家里够有钱，有钱有才会说我们要门当户对。是啊，如果都穷的就算了。对对对，好有道理。哎呀，家里连石鼓都没有，那也比什么呢？是有钱人哦。Rich， 台湾一年当中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节日，用来庆祝或是祭祀。请问，下列各个节日的排序依序为何？中元、端午、七夕、上元。顺序哦，顺序给它排出来。好，来，宜兰、宜兰高中。冷静。上冷静哦。猪，然后猪，然后 B。猪 B B C A C A E， 猪 A C， 猪 B C A E， 恭喜答对！请出题，抢答哦，抢答哦，要抢哦！羽球比赛采三战两胜制，每局为21分。当双方在接近终局时，同时拿到20比20的分数，接着其中一方必须连续取得2分才可获胜。请问这项规则称作为什么？哇，来比速度了，比速度了！来，内力六，恭喜各位啦！哎呦，太简单，六十啊，包括那个桌球也是，桌球也是六十。哎，我也是，网球好像也是一样，也是啊，网球也是要连赢2球。